它犹如一座桥，让您通往四面八方，带您游览一个个景点，展开一次次探索。置身广岛城的盛景里，您可以把脚渗入水中，体会这真实可感的一切。流连在缩景园的美景中，您可以深刻感受到何为乐不思蜀。这里的景致、声音和美食一定会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、听觉和味觉体验。听从您内心的声音，踏上探险之旅吧。走进三段峡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密密丛丛的古树，然后就是那壮美的瀑布。沉淀其中，您无时无刻不在放松身心，仿佛您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。您时而觉得脚踏大地一样真实，时而觉得梦幻般飘渺。您可以尽览宫岛的美丽风光，从生活中走来，拥抱未知。这里装载着刺激，有很多的惊喜等待您来探索。到尾关山公园，可以游览新奇的世界，那里的景致穿越四季。在三次怪物纪念馆里，保留无数记忆的历史文物一一展现在你眼前。请尽情享受吧。